这个可以得知里面有哪些东西啊，谁取的货，谁放的货。那找你找。它的使用也很简单啊，你可以直接在里面输入电话就可以。当然在这里面。面积架手动关闭，操作完毕。也可以选择打开这个。第三列手动打开。它自己去推算。当然从电脑上操作选中上面的列子，它会自己开，不用这个按屏幕。然后里面有什么方案，它会有这个系统的灯光指示。